由洛东国小承办的社区家庭亲子共读的活动，吸引真侪学生甲家长做伙参加。活动中除了宣导家庭教育观念，嘛予亲子做伙来制作绘本，增加亲子之间的互动机会，提升阅读能力。现场是来了真侪家长甲学生做伙来参与即届亲子共读的活动。主任杨慧茹表示，亲子教育对囡仔非常的重要。透过这个活动，增加亲子间互动的机会，并提升阅读的能力。今天是由彰化县政府跟家庭教育中心指导，然后由我们陆东国小来承办亲子共读小书室做的活动。那其实家庭是孩子成长的第一个环境，那其实亲子中教育对孩子们而言是非常重要。前半段是有关于家庭教育的一个宣导活动，那我们也借由绘本《我喜欢你》这本书来说亲子之间的感情互动。那接下来我们会利用绘本制作来制作这一本《我喜欢你》这本小书，然后希望小朋友跟爸爸妈妈一起来做这样的操作，然后在活动完成之后可以带回这本小书，回家之后可以一起互相分享。那在这个暑假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的活动，让爸爸妈妈一起来陪伴小朋友来做小书制作的活动，然后透过这样的活动可以亲近彼此之间的感情，然后也可以让他们进入一个阅读的新世界。对于这个活动，家长都很肯定，学生也学了很欢喜。很好啊，可以亲子互动啊，促进家里的感情啊，可以让我们学到如何制作小书。对，因为现在孩子的暑假作业有时候要做一本绘本，可以跟小朋友一起互动，然后跟小朋友一起玩，所以这个亲子共学办得很好，亲子之间的感情会比较紧密，还有共同的活动和讨论的话。杨慧茹表示，透过亲子共学和手作互动的课程，希望以在游戏中学习的方式，将家庭教育推广至更多的家庭。新中华新闻蔡中青陆港采访报道。